Hello，百度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为自己今年春晚的表演打个分吧。80分吧。具体差的20分是在哪里？留给明年的自己。连续7年都登上春晚，会觉得来春晚已经成为很亲切的事吗？亲切就是感觉每一年其实能在春晚陪大家一块过年，本身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事儿。每年春晚都会有多轮的彩排，彩排的时候心情会有什么变化吗？就是很紧张嘛，因为春晚觉得很重要，所以说才会紧张，当然也会兴奋，更多的其实是期待跟大家见面。今年春晚的王俊凯和第一次上春晚的王俊凯有什么不同？首先肯定是长高了，长大了。其次我觉得是对于舞台的一个自信吧。现在过年还会收到长辈给的红包吗？其实也不会收到，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家里人。小时候那些压岁钱都干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还在我妈那存着呢。那支不出来了吧？应该是。2022年，你有很多部作品都要上映，我们能看到哪几种不同的王俊凯呢？每一个都不一样嘛，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物他的性格呀，他的经历的故事啊都不一样，所以都值得被期待。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个角色？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我本人。你觉得造型会影响你的颜值吗？这个无所谓吧，因为是为了艺术它去改变它的造型嘛，是因为想更贴近一点，就是那个人物的感觉。有没有你未来想尝试的造型，或者是不敢尝试的？因为它是为了拍戏嘛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光头呢？光头应该也没啥问题，主要是它贴合人物的话。